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天气晴朗。现在是11点，我们来到公园，打算跑几圈？一圈，一圈是3公里，怎么也得跑2圈吧？我现在是手持大疆 Pocket 3，我打算第一圈的时候一直拍，一直拍，随你的便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了吗？走。好。你要慢跑，可以呀。我也那个，来记一下时间。看一看我们的慢跑要跑多久。这边在看什么稀奇古怪的植物。我们今天不是从起始点开始跑的，这个一天气就是还没睡醒的状态。今天气温是刚才看了一下，15到26度，非常的适宜。乌鸦还是有呀，这公园里的乌鸦很多，但秋天好像比夏天少很多。一个十字路口，这边是一个公园路口，这边有这个。我们走的是跑步的这个路线。跑步的人挺多的。他跑得很开心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大家在那儿找银杏。这树好大。啊，有一个我们的队友。我们自称为队友，因为他穿了湘南马拉松的 T 恤，我们俩也有。对，这个人他这 T 恤我俩也有。跑两圈，慢慢跑。嗯。6公里，再跑吧。6公里。要带伤兵。对。哎。你不跟我一起跑呀？哎，跑呀！你跑的比我干枯了呗。我想跟你一起聊天呢。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公园的入口，这一块区域，早上很早的时候，会有一些阿姨叔叔在这边打太极拳，而且都是日本人。一个会说汉语的中国的阿姨带着一群日本人在那边打太极拳，是吧？哎，他是日本人啊。对啊，日本人呀，会说汉语的日本人。对对对。嗯。之前碰到过几次，有一次还跟他聊了几句，他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打。他们放的那个音乐都是咱们中国的那个音乐。
这一块儿经常有小朋友在这里面抓虫子，这正好有一对父子在这抓虫子呢。啊，里面还是小女孩儿。这边是一个类似于昆虫植物园儿。这边是这个公园的管理处。哎，真的有人在打太极。看到有人在这边打太极了。这块区域是专门可以玩滑板的。我们也在这玩过。啊，那边有。离得有点远。看不清楚。这就是一个属于中心，也不是中心，一个小广场，经常在这边办活动什么。那边有图书馆，这个是图书馆，然后这个是体育馆，啥都有，游泳呀，篮球、乒乓球，还有健身房，比赛什么的。这条路是我最喜欢的。哎，我们要看一看，这边有个湖。我好像偏离航线了，没事儿。这个湖经常有人在这儿坐着，看里面好像有比较罕见的鸟之类的，会有人在这边拍照。啊，这块儿经常会有人在这儿表演。各种不同的人，今天好像是变魔术的，没开始。看看这条我最喜欢的路，等秋天，现在也是秋天，它变得非常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们家那位。追上追上，超级喜欢这条路，一年四季都是不一样的风景，很漂亮。有什么活动吗？这边是那个有很多小孩可以在那边玩的地方。哦，今年也有这个活动哎，去年我们也来了，14号到16号，哦，17到20，这个举行日期是18、19、20，很环保的一个活动。这个跑步路线是往这边跑。继续，这个右边是网球场，换大家换衣服的地方，左边是棒球场。今天，哦，也有人在这边练习，等会儿还会路过，继续走。这是队员吧，这边是打网球的。这是个厕所，厕所有很多，喝水的地方也有很多，这个非常非常多。这个地方专门抽烟的 smoking，
通八达，有很多路可以跑，可以走。2800米，才跑了1公里。又是一个喝水的地方，这边是一个运动场，有很多人在里边跑步呀、踢足球呀，还有其他一些活动都可以。有的时候还会在里面有人有一些公司或者组织包场，在这里面举行运动会、小型运动会之类的。这儿喝水的。这边又是一个出口，公园的出口。然后这个场地，我先过来看一眼。这是一个剑道的场的公道场。这里边这样的，好像还没有人。回到我们的正常，这个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起点，从这儿开始。如果跑步的话，一圈3公里。没有人呢。正对的这是个厕所，然后跑步要往这边跑，我先来这边拍一下。这边就是也有这么一个小场地，会有人在这边，他们是踢足球。回来，这是一个可以自己练习网球的场地，刚刚那边是可以比赛的，这个自己对墙打。然后这边是有那么几个篮筐，可以打篮球。这有一个休息棚。休息亭，自动贩卖机也很多，这公园儿。我好像跑得有点慢呢，配速7分半。确实是有点慢。这边是有很多游乐设施，可以小孩玩，可以看一眼那个爬呀、悠啊、逛啊之类的。这边也有篮球框。这是一个
卫生间。这边，这是刚刚那个路过那个棒球场地，这是它的另一侧。日本人真的很喜欢棒球。走了走了。这边也是个休息亭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喝水的，然后这块是可以烧烤 BBQ 的地方，专门有那个固定的位置，然后还有供水的、洗菜的一个小房子，这个好像是需要预约的。你看它还有号，1234号。反正我还没来过，每次都能看到、闻到那个烧烤的味儿，每次都很想自己也去烤，但是一直没实行过、实践过。那应该是一个一起的吧，还挺多人。这个是专门这个信息板，看到烟雾了吗？这有个小孩儿，不听话了。这条路也很喜欢。这里边好像是有很多不同的植物之类的，他在找啥呢？拿着那么专业的相机。这还有一个时间，现在是11:20了。哎呀，跑了20分钟了。然后这边是同样也路过的小孩玩的地方。哦，有一个跑步的组织。快了，快要跑3公里一圈了。我貌似应该加速了。不知道我刚才拍的咋样，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的。这个打篮球的，这条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应该说整个公园我都非常喜欢。
这路真的太好了。跑步的时候最好还是戴个帽子，因为上面落下来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个地方很神奇，经常有很多人拿着非常专业的相机在这里拍，应该是拍鸟的。听到鸟叫声了，非常贴近自然的。这是一个喝水的地方，经常在这儿喝水。在跟我比赛吗？被超啦！那是一个出口，他是跑完了呀。这边也有喝水的，这边也是一条路。2.95公里了，还没到一圈，因为我刚才多少有些绕路了，好像。1400，咱跑到1700就一圈儿。1500，这是一个出口，有一个天桥。这边卫生间。前面有一个作业的车，这里边正常是不允许进车的，除了一些工作的车，还有有的时候举行活动的时候才开。一天气呢，我先追上我老公之后再停掉吧，他就在前面。正好有一个，这是练习的吧？
在前面，加油！上了，还差一点点。哦，大树下坐了一圈叔叔阿姨们。我已经喘得不行了，追上了，终于在这个时候，哎呀妈呀，我终于追上你了，哎呀，哎呀，现在跑了3.7公里，然后配速多少？配速平均配速6.52。但是我刚刚为了追你，跑到了5分左右。一直拍了，现在有26分钟了。而且，有人看想看这个吗？我记录而已，不管有没有人看，我自己随便拍的。哎呀，停掉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我明天去剪头发怎么样？好呀。